今天带你见见我的偶像。啥玩意儿都是。我是牛妈的狗。不是你见偶像还得打工啊？兼职有 cos 服丑。不是 cos 服务员啊？客观旅人情。哎妈的！你午休了？今天送大吃大餐。菜单，看我不吃死你！这都啥菜单啊？哦，不是音乐第一主旋律点灵光，一起生活。我的爱好是工作，请给我一个寻根之旅招人参。不用跳舞，那说话就可以了。我呀。没下班你上那儿干啥去？去看原神的照片。这是我可以看的吗？还冰冻的上班。走错了好像。赶紧走吧。不，你别演啊。这咋办啊？门怎么锁了呢？没有事儿，遇事儿不要慌。